你这个小淘气吃掉。一块小猪肉，我们明天要就是参与他们的岁末大活动。大家，我的刘海坏掉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现在还换衣服。首先先全身黑色，再来。OK， 好了，一直往下溜呢，溜溜溜，来了来了。这个是他的裙子，就这样。背景是两个好手环。要帮忙吗？最后一步到了。我是蛋饼。早安，早安，好 Q 哦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礼拜六，感冒高了，晚上见喽，大家拜拜。哎，今天大家玩，大家玩，因为我刚刚我要回去拿伞，出门出门，一零一耶，眼亮亮的，乐迷的，天南北去，走走我们。明天就超级开心，超级开心，超级开心！香龙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，好乖。啊！圣诞快乐！一个人哭哭了，两个。时间过太快。带三波，朱韵如失恋。朱韵如说：“你有用，观众知道，中国家抛下我。”大家去吃饭了。我饿了，饿很久了。我要把你这个小淘气吃掉。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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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。谁没投？谁没投？哎呀，然后说什么？哎呀，录进去了，录进去了。就上传。你好，这么快？哎呀。眼睛闭着，眼睛。去。一个三个。他们三个会越来越像。真的。果然是最好的朋友。真的。不要，你不要干嘛？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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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拜拜。我们吃完了，现在去拍个照片，开心。这样结束。好。噔噔，要给猪肉的每天都想死，希望他收到应该会很快乐。快来开箱，期待已久的不可能文化力。
会不会太有心的？有心的小卡片后面写满了字。到了，真的会疯掉哎！就是他本人。周记破纪录了，完成。早安咖啡，早安我妈咪做的面包。枸杞馒头，一上课一天要迟到了，因为同学也迟到，又没关系了。行为理论到底大概长什么样子？那这好，午餐，下一堂课。宝贝。睡前跟大家介绍的新布帘，就是里面有很多小杂物，这个就是它是魔鬼粘的，然后安装很方便，贴起来就 OK 咯。